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印海荣。自古东南形胜，位于浙江东南部的雁荡山就以奇伟壮丽的景色为东南一带平添了一份峭拔。雁荡山历来有海上名山、环中绝胜的美誉，被称为东南第一山。山顶上有一片湖泊，这片湖泊方可十里，水长不涸，湖边长满了芦苇荡。到了秋天，南归的大雁常常栖息在这里，因此被称为雁湖，山也因此得名为雁荡山。雁荡山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南朝时期，梁代的昭明太子就在雁荡山的芙蓉峰下建造塔寺。到了宋代，雁荡山已经建成了十八寺、十院、十六亭，达到了鼎盛。赵师秀就是一位南宋诗人，他的作品中五言诗较多，以五律见长。值得一提的是，赵师秀出生于浙江温州，而雁荡山主体正是在温州境内。那么赵师秀是如何来描绘家乡胜景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首诗。雁荡宝冠寺，南宋赵师秀。形象石栏立，清寒不可云，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玉柱逢年近，阴银过夜分。荡阴当绝顶，一雁未曾闻。刚才我们读到的诗是赵师秀的《雁荡宝冠寺》。宝冠寺是雁荡山四大名刹之一。这首诗开门见山，起笔就写出游览的行迹。诗人在寺中行走，在石栏旁边驻足，只觉得阵阵清寒传来。桥下那流水潺潺，也许是洞中的云变幻而成。寥寥几笔就写出山中水气弥漫、云水相融的景象，勾勒出冬日山景的清幽冷寂之感。面对美景，诗人想要在山中多停留几日，可是已经到了年底，不得不回家去。在寂静的夜里，诗人反复吟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半夜。而雁荡山的山顶本来应该有许多栖息的大雁，却没有听到一声雁鸣，更显得山中气氛萧索而寂静。诗题名为宝冠寺，实际上却是描写寺庙周边的景色。在风格上，这首诗清新小畅，景物描写平实自然，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冬季雁荡山中的潮湿清冷，渲染出清寂肃杀的氛围。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也对雁荡山留恋不已，他曾经三次造访雁荡山，留下了《游雁荡山日记》和《游雁荡山后记》两篇宝贵资料，由此可见雁荡山的无穷魅力。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在明代，雁荡山已经成为了游览胜地，许多文人墨客都会到雁荡山游玩，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和绘画作品。
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幅《雁荡山图》是明代叶成绘制的一幅山水写生图卷。在这幅长近3米的画卷中，雁荡山的奇绝风景徐徐展开，各个景点都在画中用小字标出。卷首石门潭的两块巨岩高耸对峙，从空隙中可以看到远处的潭水、岛屿和山峦，通过近处的对比更显得画面深远。紧接着张翼楼出现在近处，却被岩石掩映，只出现了一角。经过合十姿态的石佛岩之后，只见险峻崎岖的石梁洞横在眼前，蜿蜒的小路一直通向山顶，山上长满了杂树，游人有的正沿着小路上山，有的已经站在山顶。到凌风洞、罗汉洞时，山体变得更加陡峭挺拔，高耸入云。接下来净明寺、了花峰与响岩三峰并立，山下杂树丛生，游人往来。整幅画卷几乎涵盖了北部雁荡山的景色，山势绵延不绝，气势磅礴。雁荡山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因此呢，山体岩石裸露，植被较少。叶成以短皴与小斧劈皴相结合，再用淡墨进行渲染，表现出了山岩的坚硬锐利。正如徐霞客所写，望燕山珠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远景中的山峦，画家则只是以淡墨画出轮廓，以花青色渲染，仿佛山间云雾缭绕，似幻似真，意韵无穷。在近景的细节上，树木与青草都描绘得十分细致，夹杂在山脚下的碎石中。画面中游人三三两两，有的在山脚，有的在山腰，有的在山顶，反而更显得山中幽静，使一幅山水长卷变得可居可游。自古名士爱丘山，雁荡山的壮丽景色与文人墨客的才思碰撞，产生了无数动人的杰作。雁荡山的景色不曾改变，我们的思绪是否也能通过这些作品与古人相接，感受胸中激荡呢？